老师。各位主办单位，理事长，还有主席，还有工作人员，还有参赛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了吗？应该是午安。今天很荣幸啊，就是我住苗栗头份，那我自己的娘家是今天参赛都很多的那个西林，那有的人自称是泰鲁格，实际上我是赛克族，那其中当然是比赛了嘛。虽然到很多是亲戚，各唱自己的民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要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个平台。不管它是海选也好，参与也好，都有它某一种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我很高兴。那我们这把年纪了。还可以听到我们青少组还有青壮组甚至是团体组能够将自己的各族群的文化，因为歌舞音乐是最具代表文化的传承，所以今天看到了坐在后面，我倒不是说谁唱得最好或者是谁要怎么样，当然我们以评审的角度来说，你的音，我们原住民是这样，最具有特色的唱腔，除了是我们都称它是自然的声腔，你有什么的声音你就唱什么。那当然我这个以前我们所学的已经没有，我已经回不到那个自然声腔，所以我今天听了有几个是自然声腔不浓足的，他可以把用他不浓组的歌谣，用他自然的声腔表现出来。那你会听到说，我们戏里上来唱歌的已经比较少那个自然声腔的唱法，可能是教育的关系。我们要求他，我们要用腹部，哦，比如说你自然的声腔的话，我已经回不到那个自然的声音。所以你现在还拥有那种自然声腔的本能的话，我觉得你要继续的运用，你不要说哎呦我现在都是用很声乐的方式去唱的话，你不要说哎，现在我觉得如果你能掌握你那个发声那个自然声腔基本的本能，我觉得你更要去保持它，只是说你要加强部分，以你的母语为基准，比如说你发声，每一个人的发声的方法都不一样，你可能是从你的这个是胸腔嘛，你可能是从胸腔上升起口声，甚至集中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的发声方法不一样，然后你的吸气的功能可能也不一样，我可能可以吸很长，我可能长不了的时候，你就要用你的技巧。比如说，我可以用一句话里面，我可以偷偷的换气，很自然。那个你的力度是保持在一个线条上，保持你的歌，那就是很厉害了哈。所以我今天因为你还要复赛，我的建议是这样。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团体的那个东华的学生，你的唱的不错。还有你录的声音，尤其是高音区、中音区都唱得不错，少了什么？我一直觉得到最后才听到那个低声部，因为他的不能组的音乐是很就是最基本哆咪嗦，哆嗦咪哆，就是保持在那个声音小三度的那个范围里面。但是今天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一个很低、很出众。最基本的声音，那个八度音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声音，你是撑不出那个八度的一直在运转的那个声部。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还有两位独孤的唱那个赛德克族的那个比较特殊的，用那个轮唱的方，滴答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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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滴答滴答滴答，因为一开始就这样好像很不习惯，因为没有乐器的去培养它。那你后面都有一个 whistle 口簧琴的一个模拟的一个声音，那你以后要设计你的歌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 whistle 作为你引导的动作， whistle 可以用人造的方式去呈现。再来就是布农族的布农族的歌，今天唱的几乎都是一样的。那青少期有一个东湖，他们的也是用创作歌，我还是初次听啊。我很喜欢你。在我们这个年代，绝对不敢去创作这样很刺啦的唱。哎呀，我很喜欢你，我爱你这样。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创作歌曲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这个很现代化的表达的方式哈。但是呢，我是好像欠缺了什么？是不是我们唱了这些情歌的时候还是那么含蓄吗？所以呢，我觉得当你唱了自己族语，不管是情歌或者是其他的歌的时候，你应该要很大方的，先把你最基本声量、音色、音质，包括细节，先把它表现出来，然后你再用你的技巧去表现。我最听不够的就是这个部分。那今天有一个很少数的，就是师傅的太阳，他是今晚不是比赛的，他唱了一个对调，他们叫做冷呼，冷呼就是一个，就像我们中国要温柔的，就一句话自己表达。那冷呼就是他可以唱从几秒钟可以唱到一两个小时，在诉说他部落的迁徙还是什么的。那我是觉得年轻人，你对自己如果有这一方面的传承的责任，跟有这样的理想的话呢，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再继续加油。可能我讲太多，因为我们本来说长幼有序是他最高配，那我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家乡来了蛮多的族人，也是亲戚长辈哈，所以话就比较多。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示范一小段？你的，我刚刚已经说了，我已经很没有那个自然声腔的那种声音。你会听到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感觉。我现在要不是，他不是台湾籍，不要台湾籍的。我很喜欢他有一首是黄韵之歌，因为这叫做黄韵之歌哈，就来说哈，我怎么唱我就学不到他们可以唱得很自然。那我喜欢他的意境，之后。我们原住民很喜欢在一天的忙碌工作当中呢，喜欢在自己的石房的前面用歌声去赞美上帝他的恩典。我用我东湖的语言，也是我表弟房的改成东湖的语言。虽然我是赛的客族，但是我用的语言是东湖。谢谢。
刚刚我们应该讲的部分大概我们张老师都已经讲完了。那好，我想哈，刚刚用说的，那现在不如用亲身的示范。那示范的方式呢，基本上我也唱一段我们卑南族的古调。那我第一段的唱法是比较现代的唱法，第二段的唱法是比较古调的唱法，原来的味道，你们听看。那事实上，我想今天基本上大家都很有心，也非常的优秀。那只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的主题是以原住民的歌曲为主，所以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来揣摩一下，可能对你来讲可能也有点困难，但是你们尽力的去揣摩一下我们真正的原味是怎么个表现方式。好，你们看。对不起，我插播一下，我来介绍这个陆老师啊，因为我很早就认识他，他是我们原住民的异类，就是说他是制小提琴的专家，他也会修，他也会去医治那个琴的那个音的大中小，对对对，所以我不想他会唱歌。OK， 好，那我先唱比较现代的唱法。你呀妈妈的妈妈妈为你，好，这个是比较西式的。那我现在示范的是我们部落比较传统的唱法，因为以前都没有乐器，都是琴唱，所以呢，它的进行的方式有一点点是自由拍的啊，等等。
啊，对今天上台唱歌的，不管是青少、青壮，或者是团体，我都表示非常的尊敬。不简单啊，在音准方面，在音准方面，普遍来讲都还不错，啊，普遍来讲都还不错。但是原住民的歌，特别是我们的古调，讲求的是这个韵味。啊，如果你唱不出那个韵味啊，你好像会觉得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听我们原住民的歌曲。啊，所以刚才秀梅老师也讲到啊，或者是这个啊，光草老师也讲到了哈，就是说，当我们在唱古调的时候，你就要把古调的韵味唱出来。但今天表演，不管是青少，或者是青壮，或者是团体，我们都听得出来，有的很啊粗犷啊，听起来的声音很原始，或者是很纯的声音。我觉得我在我听到我们很原住民的声音很纯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动在里面啊。当然今天我们也有啊团体唱古调，但你在唱古调在唱和声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你在唱我们啊原住民的记忆的歌曲，今天也好像有表演啊，原住民记忆的歌曲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那个和声啊，你不能把我们西方的和声带进来，除非你是创作，特别注意啊，除非我是创作改编可以 OK。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改编，你原汁原味的加入了一些西洋和声的元素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原住民的记忆的歌曲就会变调，听起来就会觉得有点怪怪，啊，就会有点怪怪。但是整体来说，今天表现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我很赞同啊，秀梅老师所讲的，有点是没有伴奏，就完全是用口技的方式表演，就是口簧的表现，导致了独步的口簧 wish 的时候。你感觉人就不一样，但你表示你在 wish 的时候，你就是要表现你古调，你表现你这个啊是独过的这样原始的歌曲，否则的话你的 wish 感觉到好像会有点不大。好，我的感觉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不管你是用啊声乐美声的唱法，或者是我们原住民啊纯的这个音色啊歌声发声的方法在唱，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基本的精神都不能够跑掉。啊，那精神，就说刚才徐老师在唱《鬼狐之恋》的时候，啊，虽然他用那种西洋发声美声的唱法，但是他那个韵味要跑出来，啊，原来啊那种《鬼狐之恋》的那种味道、那种精神，你还是要表现出来啊，不能完全的脱离，完全脱离之后，你就没有那个味道，就不再是这首歌的精神都不在里面了。我是这样的表达啊，谢谢。那个王英老师在说，对，今天有一个撒奇拉雅的，你可以，你刚刚说了，就是说撒奇拉雅的音乐，可能它的和声不是原来的传统，可能是超过七度还是七度，很对位的方式去和声。那你请那个王老师给我们指教一下，是不是？刚才那两个。吉卡索岸的，吉卡索岸的那个吗？对。啊，吉卡索岸的。啊。是这个算的嘛，你们是唱那个记忆的歌嘛，那个是记忆的歌曲嘛哈，因为记忆的歌这个歌我很熟，但是你们在配和声的时候当然比较随心一点，记得在配唱的和声的时候，我们的七同中发啊，这种七度四度的和声我们尽量不要去配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啊，你们这样配，完全是按照你们的想法去配的时候，遇到七度跟四度的和声，我们尽量不要去配，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啊味道都会改变。啊，参考。这个提出一个意见，就是清唱的部分，当然你最大，为什么？你起音是你嘛，所以你开始那个音是这样，因为不能读很多的哈，就是不能一开始这个音。你注意，你要小心，你结束的音不要差太多。或许结束的时候就差了半音结束，像我这个年龄已经老了，那个声音会很容易偏高。那年轻人你要掌握的是，你唱歌的时候你是什么 key， 然后你的结束最好在那个线上，就会很自然。那个今天没有听到。不弄那个室友都是情歌哈，因为听到那个很雄壮的声音。通常比赛，你要参加比赛的话，你要把你那个最特色的东西，我可以顶别人的那个很特殊的技巧跟音乐把它展示出来，你就是赢了。所以我们常常照相的时候，
这个是给自己很自信，虽然我不是第一，但是我们喜欢比，在你练习的时候你就是这样。那可能话讲太多了，实际上因为初赛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你们一个复赛决赛可以还可以再练习的机会，恭祝我们裁判，我们只是在后面看，就是恭祝大家能够在复赛的时候成绩更好。好，谢谢，谢谢，蛮辛苦的三位评审老师，谢谢，再一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评审。